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看到电视上面小哥费玉清他在模仿比利姐唱跳，就觉得很酷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爱上了跳舞这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跳舞可以让我把我内心的情感非常完整的表达出来，会有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。可能很多人没办法联想说我会表演，我会跳舞，那我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，是我是可以的，而且我热爱这件事情。你们一位来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从谁先开始？谁想要跳起来都可以，很好。像我就进入到他。汉典哥好，我是海王星的创作担当吕尊雅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跟汉典哥有很多共同点，我其实也是比较偏团队里面的绿叶，很默契啊，我是独角。真的会制造欢乐，幽默感，大乌篷。Hello， 我叫子腾，然后我赖子腾吗？对对对对，而且你姓赖，如果你姓杜的话，那就肚子疼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志祥。你好。从小我们看汉典哥都是搞笑的，就是模仿很有趣啊。谢谢。就觉得平常在电视上看到汉典哥这么多幽默的一面，我觉得妈妈绝对不知道汉典哥会跳舞。OK。希望我们一起带给观众们不一样的花样，所以我想要跟汉典哥一起跳舞，然后让妈妈看到，也让我的家人觉得哇，原来汉典哥跳舞这么厉害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一次我跟你们合作，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你们的家人知道，说我很会跳舞，对不对？子祥啊，音乐来放一下，来，我放一下，好，完全真空，听一下。先不要是放客音乐，但是我们现在改编之后呢，就比较 swag 一点，比较 chill 的感觉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OK，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说了先不要。先不要唱的蛮好听的，对啊，这首歌真的好听哎，好听。好，那我刚刚看完你们那个唱歌跟舞蹈的部分之后，其实我已经选了四位是确定的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位有一点点难选，我们要请骆驼还有子腾两位出来做一个 PK 的一个动作。OK， 准备好了吗 ？Music。有的，好。那我现在大概心里面有一个底了，我现在呢就来公布第一位我选的，我想要跟他合作的是我们的子祥，恭喜！我觉得子祥很棒的地方就是你的一些小细节都做得很好，很到位，你的表情，恭喜！我想跟你合作 ，I want you。再来第二位我想要合作的是圣杰，恭喜！因为你在表演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你很可爱，你的眼神很真诚的一直看着我，看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说先不要。能够参与第二次的公演，不用在下面，就很羡慕上面的人，就很开心。再来第三位呢，我想要合作的同学呢是范范。因为我觉得你很稳，所以我不自觉，我一直看着你，所以我觉得呢，你在舞台上面的魅力是很吸引人的。再来第四位我想要合作的同学呢是 YY， 恭喜！
因为我觉得 YY 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就会进入一种状态。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的眼神很冷酷。我想要跟你合作。好，再来，刚刚那两位呢？我选的是骆驼。刚在 solo 的时候，我有感受到，我也想要跟你交流一下骆驼的部分。就是我也是属于骆驼系的，骆驼系的。我一开始是没什么把握，但是后来我被点歌选到，我是很开心。当下当然是非常难过，可能自己最擅长的东西，没想到却差一点。其他人其实也都表现得很好，只是说我要去感受，就是你们想跟我合作的那种欲望。怎么了吗，尊阳？尊阳还好吗？其实听到当下其实是有点没办法接受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天就是真的是一直在想这次的验收，然后一直在不停的练舞。这次是没有做好，所以对自己很失望。不要去这样想，因为其实我今天选人的一个标准，其实他也是很主观的。从我一进来，其实我就对你印象很深刻。一进来，然后你就说你要自我介绍或什么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表现。你今天没有做得不好。仔细一下，冷静的想了一下之后，我就觉得汉典老师也是对的。我也觉得我今天太紧张，太绑手绑脚了。如果有下次机会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表现得更从容，更有自信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唱的这个歌呢，因为改编后的版本，应该不能讲 What a Funk 了，因为它不是放克了嘛。我把它改成 What a Fan， 有人气，就是我们会一直让大家 focus 我们最有名的那一颗，就是。Shut up, baby, I'm ready。仔细看会发现我原来还不错。还是蛮担心的，我听第一句之后，哦。原来他这么不错。小姐小姐，请你别生气，今天准备一起来看戏，让我重新给你个建议，就用扶手站稳他的准备飞天机。这个就很维持在，给他什么他就用出什么。曾范范很厉害，对啊，他今天还是很厉害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想看到有一次你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下次准备一次表现不好的时候。下次准备。对啊，我才可以再进步，奖你两分。对他。谢谢。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，就比如说大家的一些角度啊，或什么跟态度，卯足全力，好不好？把它跳出来。好。汉典老师给我们感觉就是很搞笑嘛，但他其实在跳舞的时候真的是还蛮认真的。私底下练习的时候，其实发现他是非常严肃的。我看得出来他对舞台上的那种尊重。我对跳舞还是保有高度的一个热忱。我先不要。我们就好好跳，把舞蹈跳出来。因为我们这一组就是舞蹈一定要很猛，对。我要不忘初心，所以我要再把舞蹈这件事情再做到我自己的极限。舞很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玩了嘛。玩了之后，那个就碾压他们，碾压。海王星，碾压他。我们是海王星，碾压他。这次发生一个最严重的状况，应该就是我们的团员发生了车祸。我过马路的时候，有一台修理车没有注意到我，然后就把我撞飞了。他人出车祸，我们整团心情也出车祸。啊，因为今天也是虎年，特别提醒大家，马路如虎口。撞到的当下，第一秒是想完蛋了，就是我会不会不能跳？那你就是擦伤哪边？腿到屁股，然后这里的腰跟手。但是你觉得你现在状况是 OK 的？对，我觉得 OK，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先跳一次看看。好。因为我在旁边看，我也觉得好像应该还 OK， 一样照这个计划走。谢谢林哥，加油！然后真的，如果有任何不舒服，一定要讲。啊，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看。好，那他一定会跟你讲那句话，就是先不要，先不要跳。好，加油，开始了，开始吧。谢谢。汉典老师很有正能量，有他在，让我们缓解了蛮多不安的心情。一二三，海王星，碾压！然后我们这个舞里面也蛮多枪的动作，就希望就是可以抨击观众的心。四个字，猛虎出闸。
哇哦，韩丁老师！点歌，点歌，点歌，说了先不要。完，没问题。新歌在准备开始之前，要鼓励我们说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今天就是玩就对了，炸一次，然后就好，再来一样，表演，一二三，海王星，你呀！让我诚心给你个建议，就用扶手站稳他的准备飞天际，一起跳不枯燥，无论你是佛教道教还是天主教，先不要先不要，管好你的身子，别再继续瞎胡闹。 Baby I'm ready 仔细看会发现我原来还不够。 Baby I'm ready 冷战我会放了火，你会爱上我，说了先不要。先不要 Come on come on 怎么还在失控，搞不清状况的情理之中，被废的说废的，不会的不配的，你跪的抬头看看我在飞着，通向空洞，每步蹦蹦蹦，招式是越来越上手，像是被碰着的鳝鱼它烫手。 Baby I'm ready 仔细看会发现我原来还不够。 Come on baby I'm ready说了先不要。先不要